新蕊解读舞蹈村里边的各位生命的勇士，我特别用生命的勇士来称呼大家，来鼓励大家，还有各位女士先生小姐，大家早安。早。我想今天上午我们亲自由台北行政院到这里，我想首先我们表达最大的关切，也要表达最大的感谢。首先感谢我们的拾荒老人何老先生夫妇能够把这一块的土地捐献，然后可以变成今天的舞蹈村。我想我们非常感谢何老先生，以他的职业是拾荒老人，我们就知道他的生活是非常勤奋，但是应当不是非常富有，却把这一块土地能够捐献出来。当我们关切戒毒辅导村的时候，我们对于捐地人何老先生，我们由内心感到非常非常的钦佩，这是相当不简单，能够把这么大的财产捐献出来，然后可以作为帮助我们这个戒毒的工作，当然更要感谢的是陈村主任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。陈村主任在领导这么多的工作人员，而长期以来无怨无悔从事这么神圣的工作。我当时一心在刚刚非常的钦佩。现场的媒体朋友，等一下我们后面的弟兄有人愿意接受采访哈，那请各位媒体可以跟我们弟兄采访，他们非常感动哈，院长的勉励也非常感动，非常感动。我们当然你看你地方好像你看你地方好像